Hello，精彩 OK 的同学们，大家好，我是龚俊。人菜瘾大。那让我们来欣赏一下吧。我好喜欢你，呜呼，爱你，呜呼，你是上帝送给我的礼物。我好欢你的糊涂，任性耍酷，在一起了就不想结束。还有，花开早，天知晓，天莫笑，天已老，江湖小，天地遥，人去了，我忘了。真是美妙的歌声呢。像我一样快乐，哎，这工作嘛，就是没办法，你就必须得去工作，然后工作呢又可以赚到钱。赚钱难道就不快乐吗？赚钱很快乐啊，你就只能这样想啊，因为工作是必须要工作的嘛。梦想就是，现在的话，可能相较于之前，能选择的机会要多很多，就选择作品，然后可以，之前是我自己啊，和经纪人去跑很多的组，然后别人来选我们。现在的话，就可以有自己的机会去挑一些自己想演的角色、自己想演的剧本。对，这就是最大的变化。我有超能力，超级宠爱你。一个亿，哎，一个亿啊，亿又可以买房子、买车，先买一个自己喜欢的车。最想做，我如果不做演员，我应该会回成都了吧，去做生意，开个串串项店。最希望听到的词是夸我演技有进步的，无所谓，爱怎么叫怎么叫，你们开心就好。